Hey, welcome to my vlog. Today I'm off to a Chinese naval base in tropical Hainan province. Over the next few days, you and I are going to get the chance to explore an army group who spends a lot of time in the sky and at sea. Now we are going to find the place that is close to their landing spot.飞机降落在哪儿跟人的水平有关，对，他们有的飞行员他下来的时候调整的高度不同嘛，当他的曲线最好的时候就降落的位置是最好的。那我一会儿看一下，不是，你看可能看不出来，因为飞机的速度很快，所以我们平时搞飞行训练的时候，我们就会把他们就是一直会架着这种相机在这架着，然后回去之后让每个飞行员研究他们的降落曲线。哦，哎，这个是不是含羞草啊？ Minutes later, an anti-submarine warfare aircraft is going to land here. Ah, it's coming! Wow, 在这个跑道上，感觉你的车要起飞了。 海军部队作战职责使命中啊，它是最难的。我类似于就是你在阳光下，他在这个黑暗的地方，而且他穿着隐身衣，他呢很容易能看到你，你很难看到他。这架就是我们的运八反潜修乐机，运八反潜修乐机呢是我国第一代固定翼反潜修乐机。你在干嘛？ 就感觉大家那个偏见又加深了，觉得飞行员都这么帅。这很一般是吧？不是，找个地方随便坐。哦，那就这样吧。我一开始也是一个刚毕业的一个系统长，那个时候因为他刚组建的人也是比较少的，组建的这个年龄都比较年轻，飞机也是新的，我们人都没有飞过这种飞机，也是经过一点点的摸索，然后总结出来一些打仗啊，包括训练的一些经验吧。一架飞机有几个飞行员？前面是两个飞行员，一个相对老一点的，再一个相对新一点的。 我去年是刚从一名副驾驶，刚过渡到机长。那么我今年的目标呢，就是说我作为一个机长，我会带更比我更加年轻的同志去飞行。我们要守好这个祖国的蓝天门。所有的训练都是为了打仗的，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和平。说军人是什么呢？就好比说你在过这个 桥的时候，如果说它有这个扶手的时候，你扶着扶手走，你就觉得非常安全。但是如果有一天这个扶手没有了，你就不会再贴着那个边走了。军人就是这样一个扶手。特别好，说的特别好，太好了。这也是在网上看的。This anti-submarine warfare aircraft is very versatile, and it can perform naval and air cruise missions in peacetime. And it's in the vanguard of protecting the country's maritime interests. Today is Captain Zhao's training day. I'm going to see him take off. Oh, thank you. The crew will perform a 6-hour anti-submarine warfare mission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Have you 我没参加过采访，啊，真的，平常来你们这采访的记者不多。以前来过，但是吧，可能级别比较高。像我们这种普通记者见得少，是吧？咱这种那个这么大范围的，我们是航空兵团，所以说他可能都是采访飞行员比较多。像我们这样没什么闪光点啊，出彩。怎么能是没有闪光点？我现在发觉一下，对于一个飞行大队来讲，像您这样的 地勤工作人员，就除了飞行员以外的人，大概占多少？如果是不能出场的，百分之七十吧。啊，不是飞行员的人更多。那肯定的，精英级有一部分。日常工作内容是什么？就是类似于说汽车那个 4S 店嘛，平时日常维护，一些简单的故障啊，然后在我们技术大队是我们进行这个排除啊。然后这边有一些灰尘啊什么的，如果攒得多了，它可能就会影响它的 灵活性了。是吸还是靠手？靠手擦，手擦。手擦。对对，抹布，像那个什么那个弹簧，这个弹簧，螺丝很长时间没动了，它上面它就会有影响。那么这么大头接？没有，我们现在现有的话大概是40个。哦，那其实也不容易。您看之前管线，就螺丝钉。
这么多，包括像您看现在模型这个样子，就是连线嘛，就两根线了。如果说在模型第三根线，这个轮子我们就把它换掉，就干这些比较比较普通的。这些工作很琐碎，但是很重要。那您觉得最有价值的是什么时候？飞机起飞了，能够在平安回来，这是最近我们想的，我们就干这个。我可能不。 哦，飞机，应该是船长吗？对。哦，他现在是在塔台是吗？对。刚刚他也是起飞的时候。当时他在上面指挥嘛。哦。这塔台怎么这么小？可以上去吗？他带我上去看看吧。我们以前那个塔台就是那个大平台车，上面放个桌子，那是出太阳了就盖着棚，如果下雨了就吹点风。那现在比以前好多了。我们现在指挥主要是对这个年轻飞行员、新飞行员，他的技术水平没那么稳定。 所以我们要盯着它的飞机，如果这个大动作或者是有偏差的话，我们要提醒它，一直到着陆。那这是怎么打喷的呢？这是因为他们不是说你南北兄弟吗？据南北兄弟。你们特别想看你们都吃什么？我你果然挑贵的吃，最贵的。对的，海鲜是便宜的。你现在看到我们这个条件已经好了很多了。以前来的时候就两层楼，那我们空勤的六人一个房间，地勤呢都二三十人一个房间，而且我们装备又新，人员又新，骨干力量又少，还任务又重，所以给我压力很大。刘团长，你们工资是不是很高？ 还可以吧，两万来块钱吧。平常是给了飞行员，他们一个月的工资跟你们一个月的工资相比，As for us civilians, the aircraft and troops may be out of sight and out of mind, but in a way, the absence speaks to the fine job that these aircraft and people who fly and maintain them are doing to keep us safe. 非常漂亮，因为我戴的是这个智能手表，它可以记录天气，那现在是62次每分钟。哇，我不够让您心动了。当时我已经自己可以感受到那个心在扑腾扑腾的跳。经历到多少了？180。剧烈运动最高的也就是170多，确实让我心潮澎湃。就看了那样的景色以后，确实让我感觉我们祖国有这样的风景，何必要去外国看呢？ So that's all for today. See you!